您的狗狗常常感到无聊吗？还是精力充沛，以至于您喜欢的鞋或昂贵的家具常常首当其冲呢？这显示狗狗有强迫咀嚼的需要，如果没有正确的发泄方式，它们就会寻找脚掌可及的其他选择。现在有了保护您财产的最佳解决方案，是的，它就是您爱犬喜爱的新可食用咀嚼骨 Dogsee True 天然牦牛乳酪起司骨，将耐啃咬的玩具、纯天然好食材、营养美味零食完美融合一起。Dogsee True 天然牦牛乳酪起司骨拥有耐啃咬的超级硬度，可让您的狗狗花时间咀嚼，这会持续几个小时，让它快乐地消磨时光。这些乳酪起司骨的原料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乳酪，100%天然，专为您的狗狗手工制作完成，不含防腐剂或有害成分。还有就是因为它们拥有烟熏乳酪起司的风味，因此您的爱犬将无法抗拒这些零食的美味。乳酪起司骨含高优质蛋白质，极富营养，可帮助磨牙，减缓牙菌斑形成的几率，及帮助清除齿垢，维持口气清新，是让无聊或过动狗狗们专注的理想零食。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？今天就给您的毛小孩来跟 Dogsee True 天然牦牛乳酪起司骨吧。